来看另外一件这民众反对的事项，这是经济部打算要在云林科技工业区大北市区的废弃物处理厂来设焚化炉，主要是要来收集云林家己中华南投的一般事业废弃物。环评措施嘛通过啊，不过在地民众表示讲，因科鲁公要发动抗争，表达反对。为了解决国内需要废弃物处理量能不足等问题，经济部工业局计划在云科工业区。台北市区废弃物处理厂设置未来每天会当处理180吨的塑料废弃物，而且收的范围除了云林县，佮包括嘉义、彰化和南投等县市，活动地面上相当反弹。目前我若有去开会，我拢啊唔知拢是，反正定时是拢只对迄个对因管对因边吼，即个厂商咧了解了。嗯哼，哎，无可能啦，搭六市啦，搭六边仔乡镇我著看啊，佮佮莫佮莫讲到外县市啊。德勒市副科理长陈明灿表示，到目前为止，无任何单位向地方召开过说明会，里面的新组内部讨论，不排除发动抗争。对此，文管府环保局就表示，即个案13号通过环保署环评初审，但环保局嘛希望中央会当各项地方政府来研议，做出上好处理塑料废弃物的方式。我们刚刚提出了说，我们希望说以云林县的经验，跟工业局这边合作，那建置所谓的 GWS 系统，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焚化厂的一个处理的模式，就可以来达到事业废弃物的妥善处理，那再把这些事业废弃物转化成能源来做一个使用。环保局表示，云林岛内地区空污问题一直存在，还佫增加一座焚化厂，况且后当地空气污染较严重，所以才建议经济部工业局。改规划冷废气自动化系统来处理塑料废弃物，也需要先举办公听会健康风险评估，加强向当地民众沟通和协调。记者吴立报道。